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还有一些东西效果没做出来，是吧？哪些效果没做出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滚动的时候什么？滚动时候，比如我们滚动时候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滚动在第五屏，这个旁边这个小圆点应该只是第五屏吧？是不是这样的？它应该只是第五屏是吧？我们滚动时候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动是吧？好，那么它只是在第几屏，跟我们的那个 Lock Screen 是对上的是吧？我就把这个小圆点怎么样呢？当前这个指示到第几屏，把它怎么样？把它设置一下就行了，是吧？比如说当前第一屏的话，这是第一个 LI，是不是变成什么？是不是有个 active 啊？active 啊？好，我们就把它什么呢？把这个对应的 LI 把它什么呢？设置成 active，然后把其他的什么 active 给取消掉就可以了，是吧？好，首先我们来获取它，是吧？获取它的话，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小圆点是。就是这个下面这个小圆点是吧？小圆点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这个 point 下面的 LI 是这样的，好，我们把它获取了就行了啊。好，那么我们来先来获取是吧？获取的话就是什么呢？dollar points 吧，points 啊，points 的话就等于什么呢？dollar，然后这个点 points 是点 points 吧？点 points 啊。点 points 里面的什么呢？LI 是这样的，点 points 里面的 LI，好，点 points 里面的 LI 啊，那么这个获取的就是什么？那五个 LI 吧，五个 LI 啊，好，五个 LI 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滚动到这个地方来之后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什么 dollar 什么呢 points 啊，dollar points 什么呢？EQ 是吧？EQ 什么？一样的吧，lock screen 吧。Lock screen 这个什么嘞？给它加上一个 active，加上一个什么 class 吧？class 什么嘞？加上一个 active 啊，active 是吧？然后的话，除了这个小圆点之外的其他的小圆点怎么样？去掉这个样式吧，还是什么 siblings 是吧？然后是什么嘞？点 remove 是吧？remove class 啊，然后是什么 active 是吧？TIVE 啊。好，好，这样弄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是吧？再刷新一下啊。刷新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滚动一下，是吧？这是不是只是什么第三屏吧，是吧？好，只是第五屏，是吧？只是第五屏啊。好，这是什么？第二屏是吧？然后第一屏啊。好，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太快了，有时候我滚动一下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滚动第二屏它跑到第三屏去了是吧？好，这个又跑到第五屏是吧？没有跑到第四屏是吧？我需要很小心的滚动吧是吧？才行吧？是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滚轮是不是它是一个高频触发的是吧？我滚动一次之后它实际上触发了好多次吧？所以说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滚动一次之后怎么样？这个地方什么是跑了好几次啊？比如说我滚动一次，它实际上跑了三次，跑了三次之后，这个是不是执行了三次啊？包括这些东西都执行了三次，是不是这样的？执行了三次啊，执行了两次或三次，所以说就滚动不到某一屏上面去，是吧？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啊，另外一个知识点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知识点叫什么嘞？叫做这个函数节流啊，函数节流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技巧啊，什么技巧嘞？就说有些高频触发的事件是吧？比如说这个 onReset 它也是的啊，mouse move 也是的啊，mouse move 是做什么？这个鼠标移动的啊。又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 mouse wheel 啊，都是属于什么嘞？高频触发的这种事件啊。高频触发这种事件的话，那么在短时间内什么会触发是吧？会多次触发这个绑定的函数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嘞？通过什么定时器来什么嘞？减少触发的次数，从而实现什么函数节流啊。好，定时器怎么来做嘞？是吧？我们可以怎么用定时器来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个效果？好，那么这个地方你不是说这个地方什么是会触发很多次吗？是吧？我可以先怎么样？用定时器是不是可以缓冲一下？那缓冲一下，缓冲之后它还不会触发很多次是吧？那么可以怎么做嘞？用定时器缓冲的同时，把前面的定时器给清掉。啊，这就是它的这个原理啊，我们来写一下，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是吧？好，那么的话，我们来怎么做呢？就是说，先来做一个什么嘞？
做一个先定义一个什么呢，挖一个 timer 啊，这个 timer 我把它放到上面的话来作为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全局变量啊，方便我们来改它的值是吧。好， timer 的话先存一个什么呢，存一个空的对象上去啊。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先让它作为一个占位符占在里面是吧，把它定义成一个全局变量啊。这个要干嘛呢，就是让它什么呢，作为一个定时器的一个什么一个名称啊。那么我们来改变这个值的话就是整体改变了是吧。好，那么进来的时候我干嘛呢，我把这个整体什么呢，包在定时器里面来操作啊，包在定时器里面，比如说这个不要了啊。好，我把整体的这个什么呢，包在定时器里面，然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来一个 timer 是吧， timer 啊，就是这个 timer 吧， timer 啊，然后来了一个什么呢，定时器用什么呢，用 set timeout 啊，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不要用 set interval。 如果是执行多次的定时器的话，那么你滑动一下滚轮它不停的在执行是吧，这样也不行是吧。我们用执行一次的定时器要什么呢， set set timeout 啊， timeout 啊， set timeout 这样一个定时器是吧。好，这样一个定时器的话，然后做什么呢，来一个 function 啊， function。定时器就是两个参数吧，这里面可以写什么函数名称是吧，也可以写什么写匿名函数吧。好，然后后面给一个什么，这个200毫秒就执行啊，200毫秒执行什么呢，执行这里面的这个事情是吧。好，把这些事情放到定时器里面来是吧，放定时器里面来啊。好，看一下啊，这个是对应的下面这个啊。好，把这一堆事情怎么样呢，放到定时器里面来剪切是吧，放到这个定时器里面来。好，放到定时器里面来看一下是吧。好，放到定时器里面来啊。好，放到定时器里面来，那么这个有什么效果是吧，你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是吧，有什么效果看一下啊。好，那么的话把它缩进一下啊。好，这样子的啊，这样一个。好，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鼠标滚轮滚动一次之后是触发一次事件吧，那么它是不是进来之后就开一个定时器啊是吧，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干嘛呢，就是什么样呢，200毫秒之后去执行这里面的事情吧，执行这里面事情啊。好，这么写之后可不可以是吧，来看一下啊。好，好，刷新一下啊，整屏滚整屏滚动啊，刷新一下是吧。好，刷新一下之后我来滚一下滚轮是吧，好像还是不行是吧，滚一下好像还是滚了很多是不是这样的啊，滚动啊，你看我这一下滚了四瓶是吧，还是不行是吧，还是不行，这个为什么不行呢，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是不是我随便滚动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触发了几次啊，触发几次之后实际上这个什么定时器怎么样，它是开了好几次啊，比如说出来一次之后它就开一个定时器吧，200毫秒再执行啊，第二次的话又什么呢，又200毫秒再执行啊，就是它实际上触发了好几次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做不到这个效果的啊。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时候什么呢还缺最关键的一步，哪一步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进来的时候啊，我把前面的定时器给它清掉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什么意思呢，拿一个 clear time out 啊，好，把这个 timer 给它清掉，好，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好，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样，比如说我假设说我触发了五次吧，那么触发五次之后每次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前面一次给清一下，那么是不是前面的几次是不是都在200毫秒还没到的时候怎么样，前面的几次是不是都被清掉了，那么始终保留最后一次吧，是不是始终保留最后一次啊。好，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啊，假设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clear timer 是空的是吧，那么这个清的没意义是吧。好，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怎么开一个定时器吧，好，开个定时器之后怎么样，200毫秒再去执行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还没执行呢，好，在200毫秒之内是不是第二次又进来了，第二次进来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把第一次的给清了，清完之后怎么样，再开一个吧，开第二个啊，第二个好进来之后怎么样，200毫秒才执行是吧，
好，这个时候还没执行完之后怎么样？第三次又进来了吧？第三次怎么样？是把第二次又清了。每次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前一次给清掉了？那么是不是保留最后一次的这个 timer 啊？保留最后一次的 timer 啊？好，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不行，是吧？好，再来刷新一下，是吧？刷新啊。好，我这个时候滚一下滚轮，是没问题了。再滚。好，用力的滚动一下啊，也没问题了啊。好，这个是不是每次滚动一瓶呢？啊，每次就滚动一瓶啊。啊，好，这种原理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函数节流啊，函数节流。函数节流的话就是什么？用这个定时器，定时器的话来缓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高频触发的这个什么高频触发的这个函数啊。它虽然说是执行了很多次，是吧？它是执行很多次啊。就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在200毫秒之内可能执行了好几次，是吧？比如说五次吧，是吧？比如说200毫秒之内执行五次，是吧？执行五次，前面几次的时候都是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就给它清掉了吧，是吧？而且我们这个定时器开了这件事情怎么样，需要在200毫秒之后才执行吧？所以在它还没执行的时候怎么样，已经被清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始终是保留什么最后一次的什么最后一次的这个定时器啊。好，这个就是什么呢？函数节流的它的原理啊，函数节流的原理。好，这是关于什么呢？这个定时器的它的作用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实现了这个什么呢？这个我们滚轮的时候，滚的时候不会什么一次滚很多瓶吧，不会一次滚很多瓶啊。好，这个是效果。好，这是关于这个啊函数节流的这个效果啊。接着的话我们来还有最后一个效果没做，就是什么呢？就是点击某个按钮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要到那一瓶上面去啊，到那一瓶上面去啊。好，这个效果应该不是很麻烦吧，是吧？点击某个 LI 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当前这个 LI 怎么样啊。好，我们来这个的话就可以写在上面，是吧？写上面啊。好，这个的话就是那这样写一下啊，这个是 dollar points 吧， dollar points 啊。dollar points 它什么呢？它什么 click 的时候吧， click 的时候啊。好，来个 function 是吧， function 啊， function， 然后是点某个点的时候，是吧？点某个点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 loss screen 是吧？ dollar loss screen 是不是就等于 dollar this 的 dollar this 它的什么，它的这个 index 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它的索引值吧。好，那么我为什么要改变这个值呢？因为这个值后面还会用到吧。假如说我点完之后我再滑动，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要用这个值啊？是不是要以这个值为起点再滑动啊，是吧？所以这个值要什么改变一下啊。然后的话怎么样呢？就是首先是什么，这个点先改变吧，这个点改变，那么是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点改变啊，这个点先改变，是吧？这个点改变成什么呢？就是这个当前这一瓶的这个点变成什么 active， 其他的点变成什么，去掉 active 啊。好，然后的话什么呢？就是那一瓶要运动过去吧，那么一样的是吧，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一句啊，这一句啊，这两句是吧，这两句是一样的吧，放到这里来是吧，是这样子啊。好，这个代码有点重复是吧，重复啊。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好，刷新一下之后，那么再看一下，比如说我点击某个点的时候怎么样，是到这一屏上面来了啊。好，这样子。好，这是关于这个啊。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动画的这个原理啊，用了什么呢？用了这个定时器来做一个什么？定时器来做一个这个函数节流啊，不让这个函数呢，不让这个什么这个事件触发很多次啊。好，
那么这个动画的话应该是还有一个什么呢，EQ last screen。好，这个动画啊，这个动画应该还有一个时间是吧，这个时间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这个样式里面啊，样式里面实际上我们的动画做了一个什么延迟，看到没有，是不是有300毫秒啊，做了一个300毫秒的延迟啊，所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让这个什么呢，滚动的动画刚好什么呢，300毫秒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开始做动画是吧，这样子啊，啊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画给个300毫秒啊，这个给个300毫秒啊，这里是300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是300，300这样子。好，再来看一下啊，刷新一下是吧？虽然说比如我滚动一下之后，这个刚好300毫秒到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开始做动画啊。好，好，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准确的控制这个时间啊。300毫秒这一屏到这里，然后这一屏开始做动画啊，这个意思。好，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制作方法啊。